这个还算是表演吗？你们自己评评理。不公开道歉，就没有动动我们心目中的李小龙。他完全不爱套路出牌，知道吧？完全不爱我们设计脚本过来，一见人格来就是，要跟这个人格来比武，这一脚。这一看就是他最后的一个动作，惹怒了我们龙哥。他最后一个动作呢是这样，本身就没有接触下来，他冲过来，他拉了这个龙哥的这个脸，然后呢，本来这已经结束了，那龙哥呢，他也尽力去配合，配合呢，他就给这个向主呢，啊，这个你模仿的好，你的动作帅，给他竖了个大拇指。但是呢，完了之后呢，突然来了个一巴掌，这个还算是表演吗？你们自己评评理。不公开道歉，就没有动动我们心目中的李小龙。是，大家都是在友好的展示武术动作，也在鼓励模仿者把动作打出来。他这个是打的是龙子，这个龙子打他的时候就直接这样打，他就一般就打他的那个速度。再来，连续的吗？连续的。实际情况是，现场表演至今完门前倒地的楼道八掌户，最后的动作是向左把帽子给了李小龙模仿者，双方碰拳拥抱握手告别。没事赵瑶，我不怕，有事找我，我一定还你。